刚刚比赛不也出现了吗？一皮卡萨，比赛能玩，那肯定基本上排位肯定没问题，只能这么说。想偏稳定打团打而且打硬服就带增幅的，他们一级会进的，他们一级包进。3分钟没露头，那应该是到上半区了，已经到人已经到上半区了。就2分半这个时间点是最近那个差不多2分半，就如果打野速三然后抓的话，差不多就2分半这个时间点，没必要这种线别打就行，这种线只要不死就是成功。他妈刷到5级了，好快！别急着杀死哥，他死了更恐怖，主要是死哥刚刚没有蓝的，就前盲僧打得很好了。麻生已经特意稍微慢点再 Q， 你妈了个巴子 ！TP 下来的不是走下来的，他是点火。哎，刚好兵线来。马前飞驰。你问我什么是自信，这就是自信。我操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，跑这么远啊！他妈这荡秋千荡过来。哎，走这个位置吗？我杀了就好了，不是我杀的。能打吗？还有大招的哦。OK。对，死哥也有大招，我大到了，好消息。太快了吧！只打关键伤害，
跳，还有闪，有狂风，有闪现，我死掉了。妈的，仙宫又开始出，妈一个大招八百血。没事啊，赢了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订阅啊，大家可以点一下订阅。